三人中单也很该死的，但这个版本不知道，我操，难受。这版本不知道他是如何。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。还能弱得起来吗？弱了起来，有很多魔抗装的。很恶心的不灭啊！扣他身后 ，OK。你好像要死，快点了吗？没挑到我，快点了，稳一点。给我拉开。踢出来了，很蠢的英雄。暴女兄弟帮我刷一波，好差，送他回家吧。 Nice， 舒服了舒服了。我应该 Q 的，哎，我只要 Q 就好了，我感觉，叫 E 干啥呀？坏了，我这 E 就差一点点啊！我刚75的蓝，沉到海底去。Nice nice， 豹女伤害可以啊。这下路这样很好绕呀，对吧？绕这一圈正好去抓。一减速。OK， 这头一定得拿，这头被拿完不了。小炮的血能吃到。断路喽！你什么也不是。垂死之人的喧闹。凑巧，像我打肉能不能试点别的装备呢？就打肉快的装备，没什么好试的。我想到了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先巫妖吧。
老多快乐装备，我觉得我玩玩纳什不好，我带灵性猎手了，这样吗？纳什不好。哎，你觉得你无敌了吗，巨魔？带走，随意。面具不行啊，面具不给蓝吧？现在，面具什么都没有，也没 CD 出不了，不买 CD 出不了。我想钱够了吧，2000块怎么这么贵啊。我塔没了，我能服了。OK， 彻底起飞，8分半无忧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快吧？你敢打断我吗？杀我队友去了吗？还打不过，快了，我好像我不走就好了。我真的有两波塔没了，九分能把我一塔给干完了。等到你抱女兄弟抱之前清波剑就好了，掉得太快了。但这一把对面赢不了，我只能说对面赢不了。秒了！哎，现在打了他的蓝哦，对对对，改版了，我操！现在这个蓝不能一直了，就是个蓝红是死了，不能一直了。还在猜啊，哥们！他是每一下对七十五伤害，还是他第五下？第五次。带走，就拿你爹输，打得过我吗？就不给你，哎，急死你！想看戏法吗？我没蓝了，我操！我给你
稍微有一点缺蓝，这波就是他的弊端。这一波我要有蓝剑魔死了，但没蓝我就不能这么打。我冰都不吃了，妈的，结束。今天他这老师练的音乐系我真的跟他信，好吧，来，天堂降临，就和游泳一样。共同击败，那场仪式将。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猎。有巫妖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巫妖我们看一边快了，因为现在这个坐刃在这个。触发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我们手上有一层这个巫妖的效果，你看我攻速 0.8 对吧，开一下 1.17， 只要这一层用不掉，我们就可以一直有这个加速效果。鱼雷正在导航各位，死啊，不酷啊，没用，带周正这一下很快。这什么拜魔就知道，我了解一下这个装备。虚弱有用啊，带走，没想死啊，死啊，帅帅帅帅，得点了。11-1，你就这样吧。